今天有一份最新的民调，是那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民调，然后就是针对六都的那个市政满意度的部分，对疫情上面的表现，然后侯市长是第一名，超过五成，接下来就是您三成，其他另外四都的市长都落后，您怎么看这个民调？哎，会讲哦，民调那跟股票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看看就好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最焦虑的是这个，你知道？我们现在开始在解封的，虽然我们不像哦荷兰或者是日本哦，采取那种一下子解封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这个到底慢慢解封要控制到什么程度才是安全的？我看这全世界没有先例可以看哦。等我们现在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是这样的哦，民调是反正看看就好，放在方便的。这个比较危险的哦，今天先这段时间先度过去再讲啊。所以你的问题，我以后再跟你回答好了吗？